右后肩膀到脊柱这一带痛。哦，那个变形钢，啊，变形钢，变形钢，在打那个国家机器啊。嗯，变形钢在打那国家机器啊，从后面往前打啊，就在留的二面在打啊，在打，要让他们体验到这个痛苦的过程，而不是让他一刀就倒啊。一刀就倒，就像一下子死了，就感觉不到这种痛苦了啊！变形金刚要他们感受着所谓的前程。原来人家说全程民主啊，现在要让他们感到全程的挨打啊，全程的挨打，因为那个是假的嘛，所以说，要他们感受感受。好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